太对了，都是喜欢下板，提前出刀。铁峰当然救你。看到他了。OK， 先自己再修啊，先自己再修，那就出去了。这个他只能套鸟救了呀，他没办法了，他要套鸟然后开球。那他要套鸟开球了。技能。好，你小子，我看见你，你看见我，两个人隔着墙子来回晃拉扯。他就这么手机。
这娃娃还摸它呢，没电了吧？有电早动了。双弹是吧？我想偷到娃娃的，没偷到。我头铁啊，哎，这个镜子没偷好啊！完了。这机快修开了，开修开了就没必要收了。
边躲了个人啊。我在搁这来回头。看见他了。球拉完了的。六啊，你是真六啊你啊，还搞帅呢你啊。别搞他，手机的。可以，这里没椅子。丢吗？丢不丢啊？丢吗？别投古董章，这个镜子要投清风。移动速度是你的三倍，你跑得比我快。
前锋不修机格的考我耳鸣，真有你的，我都懒得理你。爱修不修，你小子不会偷跑了吧？这到底啥？这把机都很垃圾呀！给你撞无所谓，没搏命打针队，这把一三七还是记。这波好亏啊，一个火球给我封住了。记了，那波针对没打到啊，旁边有个板，没那个板就好了。
躲起来了，躲那个板子后了，我看到他了，没去那边找他。多少钱还是够的哟。没带困兽好亏啊这一局。非要送啊！这是送了个电机不够啊！
这么想求啊？求啊！啊？他没有第一时间上二楼吧？他躲起来了。啊哈！我就知道你没有第一时间上去。哎，这闪现交的好蠢。还开预判球了，手机动。
这把前期太炸了呀，这样就没得玩了。那场次开早了，不然吉野斯就不用交闪了。现在直接跑墓地去了。飞轮，修嘛，给你修。如果中场是打娃娃就好了。玩这么秀啊！秀的是真快呀！
结石肯定有薄命啊，防一下吧。我看见结石了。还叫自愈，那不是蠢的吗？你这个时候叫自愈，摊，把自己摊成三杀，哎，平局我不要，哎，我要三杀。结石一定有薄命，我寻思到你又没个飞轮，你到底凭什么有胆子在我一刀斩脸上晃呢？方盒子，打死他！来，跳过来，来，跳！慌什么？怎么慌的这方向挥棍子了？我经常还开走了。我下饭，你也下饭，咱俩一起做饭。他急，我也急，咱俩一起急。哎呀，你还知道收盒子？你们立马把盒子收了。状态的呀，不一定救啊。先别急着丢叉吧，先看情况吧。那两个人跟那互戳呢，我不知道看太远在哪。过来了就丢叉。套了。然后走，
等他什么时候出来了，然后再抓他。你知道我为什么抓你吗？因为我是金身。来，给你拉到了。坏了，这没给他收拾。不是最后一秒收，没有，我不急。我现在的收，看他有人要过来救，不仅要救，还要抱着火呢。不急，接着手，有种你就抢修，我换挂我都能赢。你不想修，我照顾能上去了，打我来。他不记得吗？你不碰机子，我不找你；你碰机子，我就找你。这个大副，你不会真以为我不追你吧？我隐士可是能追你的哦。搁这嘎嘎修。快溜，别那摇的表。
猜到我为什么不给你加急，因为你一刀死，我给他加急我有病了。管他了，再管他就没有什么收益了。这毒修机子好快呀、啊！囚徒在这里，就在门后。跟他耗。僵尸快死了就冲出去，僵尸没死的话要等一会儿，不然他就冲出去。
还是给他爬进去，要不他定住，把他定住就好了。这舞女直接刷二楼了。牛顿喝加速酒，不喝。这酒他肯定是能回上的，没办法的。再翻一次就碎了。你不会觉得我会变身吧？我变身白给你救啊！你不会在这挂机，叫另外一个人过来？你就是上面挂机得了。玩得好哇，前锋。肯定不会不止你一个人，你肯定还要去叫你的队友，看他远也会过来。那就在这村口，肯定要打团呀，都来吧，那我就贴连滚了。先把你捏死，保了他一根刺啊，那没事。一样的，反正差一台整机。他飞轮，他能下来就有鬼了，我跟你说。你双弹你才能下来，你带个飞轮怎么下来？飞轮那不是的，耳鸣来的也太快了。
搞无聊。警方可接不下来哦，看他人也得过来啊，你不过来我直接杀他了。OK， 你出来了是吧？你出来我再回去。你看看我右边是啥呀？啊？这都没给你打死啊？哇，真是个莽夫，我直接跳了。不对呀，你飞轮你为什么还有加速啊？你飞轮你还有板加速，你冲台飞轮是吧？这五轮玩的真滑。翻板拿来的加速，真奇怪，没加速他那一波应该死了。这有个双台飞轮，你别管他了。这把线连的不是很好啊。
都没打到你。嗯。非要让机械师修不动是吧你啊？非要机械师给你发一封感谢信。在跑我脸上非要送一刀，那结实开心死了。哎呦，全在这呢！一个护腕，你交不交？差一点，无所谓，三个护腕全交了。摸好了，摸了个啥？这么快？娃娃应该没电了。别理他，他手上没机子，找他没用。这把要找勘探，把勘探打残，这个结石就废了。哦，忘记他娃娃还有一点电，还能摸那个佣兵呢。何必呢？何苦呢？你也被撞死，也不要被喷死。我两个机全给你封了，我看你怎么修啊！我封这台，我踹这台，来呗，看看到底是这结石能做到机子开还是咋地，选一个嘛。来嘛，看结石死得快一点还是这个佣兵修机快一点，要比速度。
反正你是在等飞轮，你只有有飞轮你才敢救他，你没飞轮你不敢救的。我忍不住了吧，忍不住了。哎，我再一踹很难受，我再一封，坏了！我刚才打电话去了，刷点是什么我都没看啊。哎，没事，你要这么玩，我那就不在意刷点了啊。你要这么玩游戏，那刷点不重要了已经。你这样玩游戏，你队友难受死了。怎么说，下不下来？哎呀，我刚才打电话去了，我在开这个扬声器跟。哇，你小子也飞轮啊！我压根就没看局势，我一边打电话一边搁这玩游戏。我看样子是记了。哎呦！先把提示挂了，然后我再来找你。不急。
放个娃娃跑喽。哎，坏了。说你为什么要把头伸进来呢？你不要伸头进来呀！你不要伸头进来，不就不会被砸了吗？阿祖叫猫吧，阿祖。哇，你头是真地铁呀！啊！为什么入殓师在这里啊？他不会在这边苟了，苟一直在苟着吧？没事，这把有的打，囚徒已经修开了。直接反胜，他记了。哎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的，我就开个玩笑，你不要激动。妈别啊！你入殓师抓不到，你抓我。哎，死不掉。哎，带上摇下来了。别伤到了阿祖，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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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哎呀！完了，这怎么溜啊？哎呀！可能电击够了，那就。有没有机会？有没有机会？电他一下！电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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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死不掉！哎呀，这个毛！好了，记了。真正的勇士要秀中场。
你也太快了。哎，进去了。一会儿再收群，现在还进不去。打完这把先，再玩下去手机要关机了。我看那个电是越充越少。哎，你真的能救下来吗？你直接套鸟救吧。这都给你卡半了，离谱。周叔，我知道你是董哥，你一定不要亮我这台机。六，不，你干嘛？不要闪我吧！卡的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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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卡的位！你干嘛的？还进不走？哎呀，我尽力了，哥们儿，我舍命保你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好像有机会，好像有机会。咒术再来 OB 一手，再给他套个鸟。好，击。哎呀，这谁呀？这个犯碎了，我好难受啊！我这把玩的，我就抓到这个刀怎么这么长？别吸了，你吸那么多只鸟有用吗？啊？哎，这个鱼女好像不会围地下室哎。哥们，别上，别上去，别上去，你就给他拖，这个拖。哎呀，你个，哎呀！这样子玩游戏呀、啊！我开门又没加速，你这么自觉干什么？
看看怎么打来着。哦，还是会一点。哎，出闪！等一个信号，马上一个电话就过去了。哎，他怎么在这儿？帮你，帮你，哥们儿，坏了，知道了吧？哎呀，我好难受啊！你早点接呀、啊！你这个时候接，哎，闪现已死，哎，小专家的问题。还电视，什么鬼叫你？这样找你接不接？我能够，哎，按错了。别去救了吧，何必呢？三人三跑吧。好、哦，勇士下去了，但是，哎呀，阿祖，姐，我能保你活，阿祖。反正这个时候不接，那就没得玩了。这还能活？哎，哎呀，坏了！接把阿祖。闪现都交了。我发的信号。你坚持住啊！马上到门了。没事，他已经完成了他的基本工作。
人受伤，我就该抓紧修。他听到了黏糊糊的声音。慢惨啊！娃娃刚碰机子就受伤了。哎，你不是在追剧是吗？难受，哎，牌，哎，我下板，哎，你干嘛？你为什么不压迫我走位啊？把我压迫，我不就死了？嘿嘿，哎呀，有那味儿了！你这个闪现玩的太棒了。哎，板子呢？坏了，不注意了。哎，我在这里苟着，他绝对要跳这个洞。你看好啊，三二一，太溜了！然后你再上来，我再下去，再见。快快快！啊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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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拍，对，送个加速。你不还闪吧？快，我需要帮助，快来！搞他，哥们儿！你这个刀也太离谱了吧！我命，救我这把是跑了。救我，只要你能救下来，这把直接嘎嘎赢。你要救不下来，直接平局。成败在此一局，哥们儿。可以打得非常稳，他要等一刀，还有十秒钟，救下来就赢了。只要你别吃震慑，你吃两刀，吃两根触手都能下来。只要你别吃震慑，
里面吃个正手，再吃一个触手，那这把就没得玩了。接套套套套套，当套哥。哦，他记了，太对了，太对了。比手机好太多了呀，这个。屏幕也大呀，哎，坏了，发现了个问题，我第二个道具啊啊先等候吧，没敬畏都不够用了呀。红蝶和安，上的作曲家就不改了吧，反正作曲家推演我也做完了。你想干什么？哦，我懂了，你们想干什么？快溜！还好我有针。这都能救下来啊。这你应该你求机我去救人吗？咱俩是不是高犯？你的猫呢？它这么远。哇，这个咒术师，你我是没见过这么嚣张的咒术师。哎，送个钟，顺便看一下有没有遗产，我帮你捡的，反正你也用不上了，我帮你用。
总得有个人救住宿吧。哇，那个安哥搁那就守那咒术了。打杂跑路，哎，他不会跳，他不会跳，但是我用一下冲弹丢他。你厉害，你厉害，你太厉害了！我走了，我走。哇，这也能晕倒？怎么给你要气了？1000多块钱呢，还没到时间呢。哎呀，这毛女，哎呀，安全帽都要打飞了。我看见魔术师在那边，在那边锻炼身体。嗯，怎么好像看到一个什么模型脸？小丑和杰克。心酸泪组合啊，这是。吓死我了，我来。哎呀，
哎，出不了刀，很难受。肯定没带风筒，你没带风筒，你完蛋了。我骗你的，我不用棍子，难不难受？你等不认识吧你？啊，他网卡了吗？哎，这里电话呢？改了吗？幸运儿挺惨的，幸运儿自己我都没见过，幸运儿找啥样我都没见过。我从开局到中途都在墓地玩呢。哎呀，有坏东西在那边掐椅子。什么东西？我捡个破烂，省一笔钱。卡了我的吊针了，这皮肤。
引着你。我撞了个空气啊！厉害厉害厉害！哎，我这。丢喽！好东西。精神干什么？哎，人被偷了！哎，哎，你干嘛？啊！多买点东西给队友，他们要是到的话自己过来拿。不行，哎，我直接捡道具。啊，不是，哎呀，这个键位我真是头皮发麻。哇，这也能打中的。哎，没事，我也吃血迹。点击左侧按钮。红夫人和杰克，狗一样，狗命要紧。不行，这个键位改的我实在是太难受了，我得
改个近一点的，不然我按不到。哎呦，妈吓死我了！太卑鄙了！我在这改键位，他搁这偷袭。哎呀，要溜不动了！哎，传送部分是什么东西啊？站好，立刻马上改定位。这个还能按哇塞，那大船怎么这么多人呢、啊、哎，看看外面，外面有个古董商，就我下来卖古董了。哎，可以。哦。哪儿溜？不亏。这是，哇塞，风窗红夫人，我看不懂，但我大受震撼。哎，我就说你干嘛跟我扛刀？原来你有香水啊！太吓人了。哎，没用。哎呀，卡位了。有钱，8000块。哎，还得几个破烂，这不正好血打满了。
还好你是来打电话的，我以为是来他在搞我的。哎呀妈！吓死我了！还好我有加速器。急了！哎，我怎么打？居然都活着，可以。居然不偷我东西，是我就直接偷了。还捡啥呀？像我们个钱家吧，感觉这干宝箱速度有点慢，好东西。是叫飞轮的吗？啊！这一刀就下来了，他不会带金身吧？哎呀，太拉稀了呀！连吃三个甲，
别叫宝瓶。哎呀，太感动了，太感动了，太感动了！有薄冰吗？啊！哎呀，太吓人了！真的，别叫了，这把吸中吸，你没吃过草刀？哎，没吃到甲啊！哎，我以为掉个插刀了。救不活了，真救不活，这把太拉稀了，吃了五个甲。熟悉的箱子，熟悉的人。哎，我盖子才刚刚打开呢。啊，你都反转这么快的？好东西，我去投个人。比个技能不亏。
也不修机呀、啊，修机子呀。差点直接飞掉了，没事，我照他，他受不了差。哎，难受。哎，打电话无敌的。哎呀！啊！我上哪呢？金身真厉害呀、啊，金身！怎么说？你手上有什么东西？你手上有根针。楼上的机子，听错了。哎，摸错人了。个头，这夹子，这真的会有人踩吗？
哎呀，这个人太赖了，他带个金身，让他受不了茶。哎，受不了茶，你受不了茶，啊，他能受了。哎，别轻功啊！好强！两个金身，这三家坐牢了呀！两个金身没能玩啊！这都没收到，好丢！有没有枪？给狼，给他狼枪！鹿头加蜘蛛，不幸首个被追击，真是太不幸了。你看这下夹子。哎，你绕路是吧？你绕路，我不下班。能翻，能翻，哎，能翻。我吃啥叉刀？怎么说？有没有东西？哇，这个鹿头真是一个点位都不给你玩啊！他每走一个点位，他搁那下个甲。能翻。哎，有交互加速，不能翻，不能翻，再翻要死了。对，怎么不翻？太卑鄙了，他妈交闪现！需要帮助，看来这个人被溜上头了，他五灯狂怒了，就把 B 溜出他血压，快来救我！
别挠头了，有没有道具啊？啊，嗯，给点。我想想买点啥啊？这把肯定是只能找人摸了，买个加速器，再买个保命的。找队友，找队友。摸这么慢呀，我现在没崩坏呀。哎呀，早知道先摸好你了，掉一层恐慌能摸个加速呀！哎呀，折磨。结实还修得动啊！头一波人，哎，不准勾，不是卡 bug 了吧？
错了。哎呀，没事，他没看见。太吓人了！看到他能一刀把我秒了的。好枪。你等着，我去买把枪，我再来救你。你一定要坚持住。拿球啊，拿球啊，阿祖，你这个，哎呀，你这个手速啊，哎呀，哎，比你快，啊，我以为这边门开了呀，我估计看门是关着的。啊！破轮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，小子玩这么溜啊！不会的 PC 真好控制，溜了，溜不动了，我要。还没死，哎，还没死。哎呀，他太赖了呀！哎，差点把我撞死。
别的收机子呀，椅子上有人啊。怎么说？西服画出来，西服画出来的就。快溜！干嘛先拔刺呀、啊？哎呀，他先摸我，怎么可能摸得好呢？哎呀，我睡了，我可能是困了。哎呀，我就知道他一脸闪现的样子，可惜我没飞轮，我有飞轮我就贴秀了。我不行了，我要带双弹飞轮了，我出不去。速闪和红蝶，不信首个被追击。没事，他飞，他啊，这么飞不是应该有一个落地的吗？哎呀，快踩，好难溜哦！偷吃他的蝴蝶。这把金剑好慢呀、啊！哎，脚滑了。
是我攻不了人，原来我身上有人。我还寻思我卡 bug 了呢。而且这波一个砸板，哎，你还敢亲人？那这狙击头给他砸烂了。没见到吧？又是我三狙力。坏了，他叫人了，他邀人了，我走了，你自己玩吧。有喽，双屠夫就没得搞喽。哎呀！刀速度也太快了吧，这空一刀跟没空一样。哎呦，闪现厉害，闪现搞他。给你玩板，狙击给你玩板，你难受。哎，刀短，刀短，快溜快溜，砸了头的快溜。坏了，上头了，这小子！哎，给丢了！哎，不，人不见了！哎，人不见了！不见了，不见了！人不见了！坏了，我身上巨款呢，不然让那个红姐逮着了。你们别在这里慌啊，我要打电话呀。这就对嘛，腾虎必走。
但别急，我知道你很急，但是你先别急。哎呀，差点就嗝屁了！掉根针。坏了，涨价了。我都无语了。哦，原来酒也是1000块啊！我以为酒是，我以为酒很贵来着。有没有看板呀？让我看看附近的板区。不要闪现我吧。哎呀，按错了！你真的打中我！来，带你去玩板。哎，你为什么闪的司机这么快呀？你啊！踩吧，这不就对了吗？何必绕这么久呢？我要带你看遍大船的每一个细节。哎，不追了！哎，我要下来了！快溜！让我再下去。不要急，我知道你很急，但是你先别急。哎呀！
没到时间呢。坏了，我被双手了。那个人比我更惨，还被双打了，还穿着背带裤，背带裤都给你打开叉了都。这习惯性按下 ESC， 看一下大家烧了什么东西。然后发现这是第五人格。这么快。买手机，你这个手机要干嘛去啊？啊！你不老老实实修机，在那边玩手机？哎，正好7000块。我疯狂摁都没摁到，我服了。算了，就不勾他抢箱子了。啊！你这废人用来干嘛？哦哟，厉害厉害厉害！我看不懂，但我大受震撼。哎，我就是个路过的，你别搞我啊！坏的给我技能锁了，我不逼了，再见，跑了。那我不跟你合修，合修减速了。
该出手就出手救一下，不出手我就在这边修机子。我还在想这律师会怎么那么敢翻越，厉害呀，差点忘了，无敌的律师。坏了这个猫，大家打完电话赶紧去买瓶酒喝。哇，他愤怒剂吧，怎么买的愤怒呀，恢复的好快呀。开个玩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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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个玩笑。哎呀，你的四十占地多。偷个东西，哎，没摸好。去搞事去，这台机反正我不修了，我这把修的机子已经够多了，接下来修机就不是我的事了。啊啊啊啊啊啊！坏了。啊，生化肥药。看有没有破烂，我捡个破烂。什么都没有。
哦，你有磁铁，有磁铁就算了。快了，被蜘蛛看见了。啊！抢修啊！啊，人太多，还抢修不了。哎，你真抢修啊？我开玩笑的，我开玩笑的。哎，我按错了。哎，我没当你账的，哎。哎，他把我卡住了，他把我招回来，招回来就拉球。我感觉这个也偷藏一个娃娃在这里呢，开局藏个娃娃在这里，要是没被找到开门站的时候，再偷偷摸摸的跟那把门开了。我还以为你有鸟呢。乌龙球啊！哎呀，小群殴，我有球，拜拜！球那一球打中了，他就出去了。